看看新闻网。凭借足够震碎一众宅男小心脏的恋爱新闻，奶茶妹妹荣登本周红人榜探花。郎有情，妹有意，凭啥不能在一起？既然在一起了，那么抱一下腰，勾一下肩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小天是我见过最单纯善良的人，很遗憾自己没能保护他，感谢大家关心，只求以后可以正常牵手而行，祝大家幸福。当然你们敢公开恋情，群众就敢说两句，网友们此起彼伏的吐槽声，希望两位都 hold 得住咯，谁让两位都是大红人呢？